曹格和吴素玲于2008年结婚，常常在社群发出两人的恩爱日常。没想到曹格最近在社群 po 文承认与结婚14年的老婆吴素玲正在冷战中，还连续情绪失控，先是写下我老婆爱这个人够厉害了吧，又留言我在台北他呢等文字。而老婆吴素玲随后也回应，我不出声不代表我默认这一切，这多年来我承受的已经超过我的负荷。曹格则又写下，我走不是因为不爱你，是因为我太爱你，证实两人关系已降到冰点。两人之间来回周旋，让粉丝们都十分担心。不料今日曹格在 IG 现实动态中宣布，两人已经正式离婚，结束14年婚姻关系。而吴素玲也写下，让彼此回到最初的位置，我们是和平的，也祝福彼此。